你是不是常常想不起想讲的词汇，常常丢三落四，东丢一个西少一个，或是突然叫不出人名？其实这些都是老化的征兆。老化是必然，但有没有办法能延缓衰老呢？今天我们有请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翁姿胜教大家几招有助于思绪清晰，延缓老化。平常哪些习惯会加速衰老呢？人体老化最常见的状态就是可能会突然忘记某事，但事后会想起，通常经过提醒也会再度想起。以下四个习惯可能会加速老化。第一点，退休族群退休后少动脑，因为生活重心的改变，减少了平日工作上的忙碌，通常处理周遭事物的能力也会大幅降低，时间久了反应力也容易受影响。第二点，长时间看电视族群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，而看电视只是单方面被动的接收资讯，几乎等于零刺激，长期下来就像是用尽废退不灵光。若睡前看电视加上声光效果刺激，睡眠品质也容易受影响。第三点，少户外活动和社交，年长者容易有运动量不足的状况，加上长时间宅在家，社交活动也会大幅降低，所以我们建议应该培养适当的运动习惯，除了促进新陈代谢活络思绪外，也可以维持正常的社交能力。第四点，长时间睡眠不足，人体若没有充分的休息，容易精神不集中，判断能力也会大幅降低，加速衰老，所以该睡觉的时候就要睡觉，不要经常熬夜。以上四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加速人体衰老，大家要尽量避免。有什么撇步能够延缓衰老思绪清晰呢？今天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大拇指操，能够帮助清晰思绪，延缓衰老。先将双手张开平举，双手握拳，右手大拇指露出，再将双手打开，接着左右交换，双手握拳，左手大拇指露出，简单动动手指就能帮助你延缓衰老，思绪清晰，赶快试试吧。吃什么可以帮助延缓衰老呢？想要帮助延缓衰老，可以采用地中海饮食。所谓的地中海饮食，就是大量的蔬菜、坚果、辛香植物、五谷类、鱼类、海鲜、贝类与优格，摄取富含 Omega 3或 Omega 9的食物。有研究指出，这样的饮食模式有助于延缓衰老。另外，在多篇动物与人体的临床文献中，也发现一种珍贵的植物性药材管花肉苁蓉，也具有延缓衰老的保健效果。保健成分为管花苯乙醇苷 AIE2， 为四种有效成分的总称。经科学实证，人体代谢废物沉积量较少，维持思绪清晰，延缓衰老。信辉药品容易剂经过20多年研发，定性、定量、管花肉苁蓉专利成分 AIE2 取得国家健康食品认证，有助于维持思绪清晰。一天一粒容易剂，延缓衰老有活力。